谁呀？谁是我另一半？谁？谁？这谁？我看看，猴这哥，谁？真心换真没有心真啊！心，换再一换，见。烟换烟，还有谁？还有人吗？没有又没真真心。心换真心，猴哥，没有兄真弟心，们，没有真心，咱没们有真心。集体国王聊一哎，下吗？我走了。我有什猴哥，么我保问护你，题猴呀，哥。老厨子？那我们三个主聊，要再走。聊一下。OK，死活得看门。做爱人，你爱人吗？不能当，不能当。哦，OK，不能当。哦，我藏起来。又谈了一场银狼恋，哈哈，漂亮！从我旁边过去了，不知道让我把我看的看谁，啊，咔嚓一下，然后他刚好十来八到岁我和面前，呼呼是我站在桌子下面，然后我反手给了他一刀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先看到西恩开刀的，然后我给他炫嘛，清清爽爽。西恩应该铁坏坏走的，然后他杀的谁我没看到，没留意，因为那个时候巨快。我记得当时电视机底下有同桌，还有大谋是吗？啊，都在啊，应该能看到吧？先咔嚓，然后我咔嚓过。哎，那还有一刀，还有一刀谁开的？好像是盘一盘过。大姨，你怎么又变成骷髅头了？大姨，你怎么从腿变成骷髅头了？大姨，那个饭堂啊，饭堂是有刀的人去的啊。我不不。猴哥，我们三个人啊，我们觉得就是没刀嘛，我们后面去了那个桥南通信街那边啊，你们里面好好聊啊。然后那个呆呆王子认了西恩这一刀，那猪不死呢，太硬了，你们好好聊，过。OK，这把我跟那个王大谋出生在那个池塘林间，我俩换了身份，然后呢，他就去了娱乐室，我就往左边保安室那里去的。听一下吧，好吧，听一下吧。过了过了，不在现场。OK，慌的一批发言。这里我是看到过案发过程的。西恩姐，我问她什么身份，但是她一直在有点防备我。然后我想走过去的时候，她把太医给刀了。太医当时还在说话，然后这一瞬间，直接呆呆王子一刀上去，把这个西恩姐给嘎了，然后拉紧进来。我认她这一刀好。猪不死是死在外就位的一张牌，朋友们。那么我们当时在饭堂的都有谁呢？对不起，下面那几个三个正在观战区的我没有看清楚，但是好像是有大谋的。好，是有大谋哥的。好了，过了。老厨子发言，老厨子开局和周不死复活在一起，在食堂复的活。我们俩一起往前走，我在前面跑，他在后面追。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追我干什么，我就一直很紧张，我就往娱乐室跑。我往娱乐室跑，然后我就要去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先过，先过，过过过。OK， 这里王大魔给你们盘清清爽爽，猪不死是我刀的。我跟猪猪复活在一起，兑换身份，然后在传言宿舍里面嘛，然后下来到了这个娱乐室上面这个通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猪不死一个人往上走，然后在我面前转了个圈，我直接就把他刀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 CD 刚刚好，我就怀疑他在跟我等 CD， 围着我转一圈准备刀我，我直接把他刀了。下来以后看到那个饭桌右边是西恩刀的太医，然后那个谁呆呆直接一个空格一个闪身，再把那个。西恩刀了，我能认呆呆这个刀，呆呆应该也听到了，在他拍案的那一瞬间，我也说了，我认你这刀，因为我在上面刀那个猪不死。那这一轮看你们是弃票还是怎么说？好吧，这刀我刀的猪不死过。那三刀不都有人认吗？对吧？那其他的就没有问题。现在有，就是这三刀分别是呆呆王子、王大谋还有西恩三个人开出来的。他们两个都互相认了。我和这把基本铁保轰轰仔，然后老厨子可以认半个行，然后他们那个位置是在娱乐室那个桌子拍案的桌子下面，就呆呆刀的西恩，好吧？那如果认下来的话，就弃票呗，没啥好说，三刀都有人认啊。过了，西恩。刀了太医，然后呆呆王子刀了西恩，然后报警，这是第一刀和第二刀。猪猪和王大谋他俩走一起，王大谋说他把猪不死给刀了，然后猪猪王大谋现在没人踩，然后轰轰和同猪跟老厨子又能走一起，我不不十八队又能走一起，在我这儿只有醒的一张牌，可能现在我有点拎不清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觉得可去过。
O 的 K 空空发言呐、直接过。不发言，我能铁保的也是十八剑跟吉吉国王，那就行行一个外置位，但是他也没干坏事，要不就先弃票嘛，因为听起来都像好刀，我觉得现在坏人应该不多了，过。请给我发言，可以。红红能说话不多说两句吗？帅哥，高手，帅哥，沉默寡言，怎么回事啊？高手沉默寡言，沉默寡言，说是 OK。你什么身份了？我是，能直接给你拍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咱俩一直走。哇，好久没有这。问一下你是什么刀？我跟王大魔对过身份，呆呆王子上。那个谁，老厨子跟胡哥是这。我直接出去了，我不跟你们搁那一块玩了，你们自己玩吧。那你猪猪大谋一起，然后大谋跟我撞身份了，大谋说他警长，我直接就给他刀了。怎么都死了？你说完了？这狼人干啥呢？这王大魔根本没说他是警长，好吧？王大魔一开始跟我对身份，他说他是正义，然后他说要找拉奇、呆呆王子对一下身份，问一下他是什么刀。呆呆王子说是很多刀，王大魔说那你直接说名字嘛。呆呆王子啪的一下把王大魔给刀了，报警，我不认这一刀，我不认，因为我给王大魔对了身份，他都没有把我身份告诉别人，全票打飞呆呆王子啊。那铜珠、八珠、铁珠在旁边也看到了，过。疯的一批发言，给我的记忆力充个值吧，我真忘了。因为当时那个老厨子当时也是在饭堂的，然后跟谁出去单聊了，轰轰仔也出去了，饭堂没有人了，当时。王拉奇是被刀。这把一定要出这个呆呆王子啊，他出两刀，然后而且是被猪猪公主当面看到的，后顾善有是改了我的发言，然后猴哥刚刚是有人保的，那么他只是可能是我试一下我的弹性，那么不这张牌我觉得是放不下的，两张是我弹性的牌吗？我当时是在饭堂，我是报过的，我说我在案发现场，好了，过了啊。完，是不是三狼一提壶？没有啥事儿，先投呆呆王子吧，看能不能投出去呗。刚才那个布是在娱乐室里边，娱乐室的最右边待着。你看那十八 Z 也倒了，王大谋也没了，对吧？有啥声音啊？哎，投呆呆王子！哇，一搞恐怖片呐、啊，胆子小，这么吓人吗？有点吓人，声音哦。然后过来。在我这里步肯定是不开刀的，刚才在拍景之前他是在通讯间的左边，然后第一轮我跟他还有十八队我们走一起嘛，然后我第一轮我为什么点醒醒这张牌，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两走一起的，但是你这张牌你是一个人走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你在案发现场，所以我没点你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们去了有票没问题，这轮呆呆王子他说跟王大谋撞身份了，完事他把王大谋给刀，反正现在就是猪猪跟王大猪猪跟呆呆王子的角儿呗，他们俩到底是看是信谁呗。那在我这里我可以认步也好的话，那他归一手票我就没问题，过。O 的 K 轰轰发言，那么就让步归个票吧，因为我刚上到那个隧道里面就看到了呆呆王姐一刀手起刀落，是他刀的人，但是我没听他们说话，好吧。然后猪猪公主拍卖进来最后说了句什么，你刀王大谋就没了，但他这把直接把呆呆王子踩死了啊。呆呆王子的发言又极其的简洁，我信猪猪公主啊，过。不发言，那这样听下来就是猪猪大谋轰轰一边，呆呆他说大谋说你直接报身份，呆呆王子把他大谋给刀了，应该他是觉得我都说到这样子了，你跟我隔着跟我装傻，你给他刀了。我觉得拉奇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，因为在我的拉奇他上一轮刀的西恩肯定是个铁狼，如果他是个狼的话他不可能去刀
西恩大傻子嘛，对吧？那猪猪要这样点，那我就输猪猪，我全票打废这个猪猪，鬼票猪猪过。我跟你跪，你说跪谁，我跪谁。这我能吃还真有人投啊！冷面，冷面，你说跪谁，我跪谁。完了，还真是三了。完了，我天哪！这可怎么着？赶紧藏起来呀！我藏起来了，我要藏起来了。OK。欧的可以了。哎，红猪，你保镖咋没了呀？奇了怪，红猪，你保镖没了。先出栏儿。你保镖不是了？难道保镖能换？我还弃票。等一下，我想想。一二。咱俩把他出了。哦，不对，有链子，人狼链。布布吉吉国王是链子，要不就投布布。我只有布布一个队友，应该没鹈鹕了，过。哟，那你们发言吗？哎，我还有保镖。哦，老厨子是我保镖啊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他去哪了啊，过。这王拉奇还在这里，链子。你还要投我们俩是吧？行，王拉奇，我现在直接，你就弃票吧。我跟你们好狼人玩就完了，好行不行？过吧，我弃票了。过。你哎 ，OK， 轰轰发言，你别弃啊，猴哥，你别着急，直接全票打飞呆呆王子啊，对不对？牢里面就两个人，他刀了一个，直接出来了，醒醒，直接投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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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链子，链子，投他，全票给他打飞呆呆，投他，开了好多刀了，投他，你再开下去，狼都不用玩了。你是警长，我是啥？过，全票打飞呆呆王子， yes， 见得我好惨， yes， 你现在信不了一点，yes， 这个呆呆，全票打飞他，过， yes。没办法，那就链子赢了，直接赢。加油，娜娜！拜拜！加油！加油！我要与你合作。不不不，还有一个鹈鹕，还有一个鹈鹕，谁呀、啊？也就是你，红红仔。没有鹈鹕呀，刚都有人红红仔，红红仔。好，你干哈呢？不不不，你上哪去了？左边。我操，走。哎呀，我不会叨叨你吧啊！不，我藏起来，你玩吧，你加油吧。我跑了，你加油啊！看看你的了。他去修灯了，啊，红在哪里？哎呀，刚才你咋不来饭堂呢？完了！晕的，人都是晕的啦，灯都给他修好了，灯都给他修好了。快到，你快到！找找半天找不到铜珠啊！我跟你讲，猴哥，我要告诉你老婆，你玩游戏谈恋爱。不是，我是老婆，玩游戏谈恋爱。别，这不没赢吗？这。别跟铜珠解释，是链子啊！我铁认。结果一进来一看，鹈鹕哥，我去改个名。是我没有，我找不到的。我也去，满地图的找你啊，铜珠啊，找不到还被布布杀了。我在外面跑呢，精彩精彩啊！修灯了吗？我没看到，修灯了，修灯了，他把灯给我，我没去灯的楼亮的。狼跟猎人搏斗那么久，鹈鹕赢了，合家欢。
没合家欢乐。我想起不不，我键盘真的都快哭下来了。这一首《银狼恋》可以，我喜欢。我都这样，我手速巨快。不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刚才 Lucky 拉奇怪我，太不在，这是什么装扮？去了两窟窿，真的，我跟他不在。吉他手被红红吃了，吉他手还是刚才那个把自己拴起来那个装扮比较好。好好开心 ，OK OK 行 ，OK OK 很酷，好。拍身份，孙悟空拍身份，拍身份，我不跟你多逼逼。我不拍，我不拍。3、2、1，我不拍，我不拍。你别跟我了。你敢当我吗？你敢当我吗？你真的别再跟我。你敢吗？哟，这个18Z跑上去就把布布给刀了，我直接追这个18Z，直接把18Z刀了。然后我旁边有个某。我怕他动刀，我就直接报警拍进来了，好吧？十八 Z 我刀的，不不，十八 Z 刀的，不不，我刀了十八 Z。外置位死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，还有一个千年王八朱强强，他们两个是谁刀的？饭堂是谁？饭堂是我，饭堂有我。后面 N 姐也冲进来了，那外面那个搞不懂，搞不懂，好吧？我铁好，我铁好，我好的过了。我这把能保的是醒醒，我出生到饭堂，然后遇到了醒醒，然后我说我在吃饭，他就在旁边帮我看着我，帮我站岗，那我能保的就醒醒没开刀，然后在我视野范围内。我不知道布布跟十八 G 怎么倒的，说实话我们站在那个角落没信息。不，先发言，首先我跟猪猪复活在一起，我铁保猪猪这把不开刀。然后呢，我走到饭堂的时候啊，我看见有人倒了，然后我说了，开局我就跟猪猪说了，我要去参战，然后布布布离我最近，我不知道这一刀刀对没有，反正我就一刀给布布布嘎了。就这么多，我可能会被拆过。 OK， 仙姐这一刀我铁认，我铁保仙姐。然后这把出谁？出太医，按那个就是报警的那种间隔 EBZ 是加拿大，全票打飞太医不是猪。然后结束，出太医过。崩的一批发言，我觉得猪猪公主这个说法是认的，因为仙姐刚刚她自己出来认领的步步这一刀，肯定是作为一个好人视角，说出来的这个话吧。然后太医肯定是双狼双刀，然后他到了加拿大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我跟这个呆呆王子一直在一起，我们在饭堂的这个左上角，他说他在吃东西，我说我帮他扛刀，哎，我帮他挡一挡啊，播了。太爷这一刀有点鲁莽啊，但是我现在我更多的焦点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和千年强强是怎么没的。千年王，我从这个娱乐室上面这个过道下来的时候，我没看到西恩和猪猪啊，但是我走到这个娱乐室右边的这个门口的时候，西恩和猪猪两个人气势汹汹的上来，满脸杀气啊。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是双狼双刀呢？我还得听一听，好过。这里王大魔发言，我能给的信息是，我知道朱大强是被谁杀的，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好刀，他这个人没有报，他是猪猪，他在那个朱大强在那个娱乐室右边，右边上面那个椅子的上面顶点，他说喂，我就站在这儿。说完以后，猪猪从右边门口过来把他刀了，然后我旁边太医在右边。在那个棋牌室的左边一点点吧，真的把那个谁刀了，把那个18Z刀了，然后西恩又认了这个不不不这一刀，就已知他们三个人都带刀的情况下，那他们二踩一，然后太医又没有踩猪猪和西恩，所以我现在没有搞明白什么意思。过。嗯，太医讲的是十八 Z 进来把谁刀了，然后他把十八 Z 刀了，对吧？那在你王大谋眼里，大强是被猪猪刀的，然后西恩又认了一刀布布，那所有的刀不都盘出来了吗？对吧？我想一想啊，不对啊，
那西恩这一刀是开在你们脸上的，因为他自己扔的。然后猪猪这一刀如果开在你王大谋的脸上，你刚刚为什么没有拍紧？就你们这个时间线是不对的。我想先投太医，因为猪猪起码他聊了一个一些蓝莲汉的真扎纳大鹅那个时间点，就是刀人到拍紧。然后太医他只说了十八 Z 刀了个人，然后他把十八 Z 刀了，旁边有谁他也没给我讲出来。好吧，我这把在桥梁做任务，但是一定不是狼任务。我出生就在那，所以我直接就去做那点几个绿格子的任务了，好吧。但是我想了一下，算了，我就在那个桥梁下面那一圈，来人我就跟他绕道走。啊，过了，我投太医啊，过了。在我这里，朱大强跟阳光开朗大男孩好像是练着，我在发动机复活啊。然后我走到电机室，走到那个医疗室上面，我跟他一起走的，你知道吧？一开始我跟他一起走，然后走拍景之前，这小子直接爆了，那他就是练着应该。然后猪猪公主跟西恩这两刀，他说要出太医，完事王大谋出来捞了一手，对不对？如果猪猪跟西恩，但猪猪这刀他没认你吧？猪猪这刀我有点拿不准，因为这个千年王嘛，他是练爆开的。不是什么千年王吧，那个大开朗大男孩他是爆开的，所以呢但是猪猪他聊了一首加拿大鹅，要不我们还是先出太医啊，先出太医稳一点，他俩应该双狼不能出来这么送，你知道吧？过。进去给你们说话，坏了。没事没事、啊、问题不大。猪猪秃鹫被拆走的。那他这刀。啊啊！我是好人刀，我带他，我说我带你去吃狼腿。他那他秃鹫他打刀的人呢？啊，他没刀人，是爆快的，他想吃鸡腿，没吃到刀，他一刀了就拍了，那就是王大谋，王大谋。王大谋啊！嗯。啊。可以，来，那个我帮他们收尸嘛。哎呦，这同桌包有点多呀。Okay, 是这样啊，那个西恩刚说的，猪猪是秃鹫被包挺多呀，拘走的。然后大谋就是刚才进来也摇摆不定了，他说那就是猴哥，怎么可能又到猴哥头上？所以说那个太医应该是投对的，大谋是我刀的，好吧？我直接认为大谋是刚才作为太医的狼同伴出来跳出来，那个就是指一个猪猪，然后想把那个视角打到猪猪头上。然后那个吉吉国王他是个鹈鹕，把我吞了。旁边一个西恩把吉吉国王剖了，所以我铁认西恩是好人刀。啊，这把那个西恩归个票吧，我后面发言没听到，过很难受。哎，很难受啊。这把，这一手我如果把铜珠吃完以后没把我刀了，直接变答辩，好像也没机会。走了一个，鹈鹕这把没有机会，跟恋人没死。那狼坑还剩谁？老厨子没了。这西恩也不不，西恩发言。也不说实话呀，好吧，他不说朱大强是，你们信吗？他不说朱大强是那啥吗？不是爆开的吗？说是王大谋杀的吗？他俩发言，首先同朱你上把的发言啊，你的分析完全是跟着朱朱是个秃鹫打的这个太医刀的加拿大鹅的牌，然后你出这一刀呢，你刀的是王大谋，我是认的，对吧？那么他们三个的信息，呆呆王子又说是出。厨子，我得听他们俩发言。你就是同桌李敏哦，谁发言不好，我立马就点票，好吗？过。光的一笔发言，这一轮我跟轩姐夫我在一起，他问我什么身份，我们两个试探了一下。那如果我成为一张狼人牌，或者他成为一张狼人牌，我们肯定在路上就倒牌了，因为过来的时间确实已经 C 够 C 低了。
然后我过来之后呢，就在这个饭堂的这个左上角，我跟这个呆呆王子这些一直在视野里面的。那么唯一一张有问题的牌，那就是像老厨子了。因为同桌上一轮他其实是要很正的一张牌，如果说成为我们把老厨子投出去，游戏没有结束，那下一轮就只有拉警出同桌了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他就是那张坏牌了。星姐这个好刀我是认的，因为他刀的是一张鹈鹕，对吧？没问题啊，我出老厨子过了。老厨子发言，老厨子，我先老厨子先说一下，新人撒谎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我是鹅，我刚刚跟他说话，他直接突过来了，我就直接跑了。我是一张带刀牌，但是我带的是手术刀，你们报警太快了，我验都没法验。我这把发言很镇定，咱们好人。好人千万不要投错好人，千万不要投错好人。如果你把我投出去，就没有好人了。真的，我过。你俩不气一手？你俩气一手？完了，开个饭把他除了行。哎，说是如果把我投出去就没有好人了。你投我，游戏结束了。所以你说的时候，我不想卖票，我怕他，没有好人，我怕他那个刺客嘛。没有坏人了。我复仇者，猴哥当我面戳，同桌，王哥，我这样你当我干嘛？飘了没跑掉，锁匠，锁匠，没办法呀，离复仇者，对，离复仇者太近了。锁匠能自救，为什么不能活？我要躲起来呀！太快了，你就是因为你躲起来了，你离我最近，你离我最近，我刀亮了，我感觉我走着走着被花盆砸死了，真的。他说他去做任务，他去找谁做任务？谁？谁做任务？谁敢做任务？我看谁敢做任务。有王大宝有，我报的警啊！哇，怎么又死了？除了猪猪以外的三个又死了。首先我报猪猪尸体啊，同猪跟在猪仙后面说那个仙去做任务了，去保安室，然后保安室里面站了一个猪猪啊、躺着一个猪猪的尸体啊，是仙刚刀的，刚刀完。猪猪明显是在做那个保安室任务，然后先冲过来直接给他一刀，说一句一看就不是好人，那这一刀我是百分之一百不认的啊，肯定不认先这一刀。那如果待会同猪还站出来保先，那肯定就打为双狼了，因为同猪敢跟着先跑，跟着他去这个保安室看他做任务。我这一轮百分之一百要打飞先，看票票够不够吧。出先过。不是，是当时在那个保安室，猪猪反方向跑往那边走了，然后他嘴里说着我先去把保安室任务做了，然后我就没管他，我继续往娱乐室跑。这个时候西恩上来了，他一直喊猪猪呢，猪猪呢，我说他去保安室做任务了，他说。然后这个时候老厨子和这个谁呀、坏了，一下给忘了，是朱大强吗还是谁，在船员宿舍下面那条道看见我们了。然后哦，十八 Z 对十八 Z， 然后就问为什么西恩反方向跑，我就跟过去，我说他去找猪猪了。当时猴哥和王大谋也在，然后我没看到尸体啊，是王大谋进去之后，然后就拍了警，说那个西恩旁边有个猪猪，那不铁头西恩吗？哦，过了。你没看见尸体，西恩旁边有个猪猪吗？是这样的啊。我在电机室这个位置碰到了王大谋和同珠，然后他俩就下去了，他俩就往保安室里边走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怕他俩双狼，你知道吧，我就害怕，我就往上走。我往上走的时候，我没有保安室里边视野，我不知道西恩到底在没在保安室。如果一会儿西恩发言，他很好说是我根本没在保安室里边，王大谋刀枪拿大鹅了，或者是怎么怎么地啊。那在我这王大谋跟同珠就是双狼。如果西恩发言不好，那如果西恩在保安室里边他认这刀了，那我们再听他发言好吧。这轮我们先听西恩怎么发言，因为我没有里边的视野，我不知道西恩到底在不在保安室。过。
好，那我朱强强发言说一下，我来到饭堂之后是铁看见西恩追着猪猪去的。猪猪去到保安室的时候还在饭堂说了一句他要去保安室做任务。那如果说王大谋跟童猪都说了他边上是有猪猪公主鸡腿的话，那开的这一刀绝对没有道理，所以我会觉得西恩是那个铁狼无疑。那我是一张什么牌？我也带刀，而且我忙到了太医，我没死。当时在饭堂好像是布布跟呆呆王子他们两个吧唧两个鸡腿倒了，太医在边上装傻，我直接就在太医边上情况下点轻点了一下空格，我没死。那我是什么？我铁好。那太医是什么？铁坏。所以这一把投谁？投西恩。过。欧德 K 轰轰发言，你要是不聊我直接把你打飞，你知道吧，千年王八。因为朱大强是刀了，在时间那个饭堂里面刀了太医的这张牌啊。什么布布和呆呆王子，他上面还有一张牌可以聊一下。然后布布和呆呆王子开局两个人就在说你们交身份、啊、交身份交身份，完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警长双倒，你复仇刀太医、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倒的，因为朱大强没说 okay, 没问题，所以在我这他还是只能做成50%的好人啊。过。OK， 这边西恩当事人没发言的话，我不确定王大谋是不是好的。反正这边我能铁保老厨子，我俩是说，哎，复活在那个船员那个池间淋浴间嘛。然后我说我本来是有个那个播音的任务啊，我下把回去做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按你们的报道信息的话，那应该是当时在饭堂的是醒醒啊。那这边先听西恩发言啊，看他怎么说啊。过。西恩发言，全票打飞王大谋，为什么？开局我跟大家都看到了吧，我跟猪猪，我好不容易我想跟猪猪，我不想再饭堂，因为我不带刀。结果王大谋和童猪下来了，想双狼双刀，直接刀到了猪猪公主这个加拿大鹅，差 0.05 秒我就死了，童猪马上要冲我脸上来了，全票打飞王大谋。过。饿哇哇哇哇，饿呀饿饿，四个鸡腿一口没吃到，饿。十八队老厨子还不点票是吧？十八队是不是？十八队点了。好，十八队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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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哦，把十八队也当狼岛。我拿捏不定呀。十八岁这还要拿捏不定吗？那他为什么我去做中心间任务啊？我有任务、啊。根本没有想双刀的动作呀，他双什么刀？对呀、啊。老厨子什么身份？老厨子，老厨子什么身份？别说什么身份？你说不说是不说？我猴哥，你说是不说？哥呀，错了，你说是不说？哥呀，我是你是鹅，你别动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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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动我，我，你别动我，你别，我这能让你活？上一轮啊，老厨子直接不点票，完事儿呢，老厨子，我跟他一起复活，完事儿。老我就问老叔叔，我说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他说了好几，他说他自己是鹅，他怎么可能是鹅？他鹅，他现在才给我报，他鹅，他磨磨唧唧的，不可能是鹅。我说你，我直接手起刀了，把他嘎了。那这一轮，在我这视野里边，王大谋、同珠为好人，千年王八为好人，上轮醒醒慌的一匹被变声，那就只有阳光开朗大男孩了，对是不对？同珠可以归个票过。嗯，我是跟着吉吉国王的，我是看到了吉吉国王手起刀落，嘎了老厨做炖肉的。那老厨做炖肉跟十八 Z 跟着我后面炖肉死的时候，十八 Z 也死了，那他俩就是谈恋爱啊！哎，秃鹫没了。那王大谋跟同珠铁好的话，确实只剩下阳光开朗大男孩了。排除法过。欧德 K 轰轰发言，你排的是什么法牌？对不对？外置位倒两张牌啊！大哥，你说是链子，谁能信啊？谁能为你担保啊？我旁边王大谋同珠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请来智克狼还在了，我都害怕王大谋，你真的，你别搞啊，我会死的。过，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报你的身份，但我也不确定你这个身份，直接给那么大声敢公之于众的告诉我，反正同珠也知道吧？我们听同珠归票，同珠是伯分的一波铁好人，过。
头，现在十八 Z 跟老厨子都没了，就是猴哥他起码他认了老厨子这一刀，我们三个又全程在一块儿，那醒醒慌的一批，他说他是那个秃鹫，对吧？他不可能有刀，那不只有朱大强吗？你现在不管怎么盘，死盘活盘都是投朱大强，对吧？哦，过了。朱大强，我跟你们讲，一开始在饭堂里面呆呆王子，等一下，不过排他一个刀口也行，排他吧，没事。回忆一下他的发言，他穿警长衣服啊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呆呆王子跟王呆呆王子跟布布布是在这里的，在这里站着。然后他说：“你敢刀，你敢刀，你什么身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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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王大某，你什么身份？哇，王大某，你什么身份？哇，我小汽车，我跑不掉。王大某是什么身份？哎，我气了，好了，其实我应该气票的。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猴哥，你什么身份？没气，但其实我气不气票也差不了太多。我们没有刀，那朱大强估计是复仇。你氮气歪，你氮气歪，谁氮气歪？谁氮气歪？马上过来把你刀，刀完我就报警。我告诉你，马上来人，火警任务直接给你。我靠！我没开暗处，我几乎没有带入题目，我这把带入了题目，真的。猴哥，你养猪了？牛啊牛啊！没开二斗。被养的被养麻了，太冲动了。养了吗？王大某，王大某被养了。他俩一起走，奇怪。爸爸 C， 我腿红。爸爸 C， 结果下把警长直接刀吼吼。通知好人，着急了，好不了一点。谢谢这猴子卖。